战地夜曲哈，它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展现战争造成的人民生活的变化。导演不加解说，不加干预，然后直接把生活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非常临近的、非常真切的去参与了这些人他们的真实生活，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什么民族、什么状态底下。有些画面你会觉得，哎，这是不是安哲罗普尔斯拍的，或者是不是塔可夫斯基拍的，但事实上你看到这些在导演的眼光底下，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真实，他并没有要去说服观众，他反而邀请观众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感受去面对。他留给了观众一个非常富有启发性的空间，我觉得这样的观影经验我们一般看电影其实很难看到。一般的纪录片来讲，他们都通常是比较说明式的、报道式的、雄辩式的，这部片它却是用一种非常贴近，让我们直接进入生活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看待目前看起来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可能也非常接近的一种战争状态的生活。